你不是爱吃螃蟹吗？这家香辣蟹特别好吃，还有这个果木烤鸭、胡同烤鸡，你要来一个？你点这么多干嘛呀？多浪费啊！你随便吃点得了啊。没事儿，我请客。看看还有什么想吃的？没有了，就这些吧，谢谢啊。快点啊！好的。你不是爱吃螃蟹吗？这家香辣蟹特别好吃，还有这个果木烤鸭、胡同烤鸡，你要来一个？你点这么多干嘛呀？多浪费啊！你随便吃点得了啊。没事儿，我请客。看看还有什么想吃的？没有了，就这些吧，谢谢啊。快点啊！好的。你不是爱吃螃蟹吗？这家香辣蟹特别好吃，还有这个果木烤鸭、胡同烤鸡，你要来一个？你点这么多干嘛呀？多浪费啊！你随便吃点得了啊。没事儿，我请客。看看还有什么想吃的？没有了，就这些吧，谢谢啊。快点啊！好的。你不是爱吃螃蟹吗？这家香辣蟹特别好吃，还有这个果木烤鸭、胡同烤鸡，你要来一个？你点这么多干嘛呀？多浪费啊！你随便吃点得了啊。没事儿，我请客。看看还有什么想吃的？没有了，就这些吧，谢谢啊。快点啊！好的。你不是爱吃螃蟹吗？这家香辣蟹特别好吃，还有这个果木烤鸭、胡同烤鸡，你要来一个？你点这么多干嘛呀？多浪费啊！你随便吃点得了啊。没事儿，我请客。看看还有什么想吃的？没有了，就这些吧，谢谢啊。快点啊！好的。你不是爱吃螃蟹吗？这家香辣蟹特别好吃，还有这个果木烤鸭、胡同烤鸡，你要来一个？你点这么多干嘛呀？多浪费啊！你随便吃点得了啊。没事儿，我请客。看看还有什么想吃的？没有了，就这些吧，谢谢啊。快点啊！好的。이어지는장면을시작합니다还有礼物送给你，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我从日本淘的。你前段时间不是老让脖子疼吗？别看这东西小啊，可管用了。啊，沈四姨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想找我帮忙呀？我们俩关系好，我送你礼物怎么了？还有礼物送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我从日本淘的。你前段时间不是老让脖子疼吗？别看这东西小啊，可管用了。啊，沈四姨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想找我帮忙呀？我们俩关系好，我送你礼物怎么了？还有礼物送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我从日本淘的。你前段时间不是老让脖子疼吗？别看这东西小啊，可管用了。啊，沈四姨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想找我帮忙呀？我们俩关系好，我送你礼物怎么了？还有礼物送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我从日本淘的。你前段时间不是老让脖子疼吗？别看这东西小啊，可管用了。啊，沈四姨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想找我帮忙呀？我们俩关系好，我送你礼物怎么了？还有礼物送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我从日本淘的。你
我前段时间不是老让人脖子疼吗？别看这东西小啊，可管用。啊，沈思怡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想找我帮忙呀？我们俩关系好，我送你礼物怎么了？ 还有礼物送给你，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我从日本淘的。你前段时间不是老让人脖子疼吗？别看这东西小啊，可管用。啊，沈思怡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想找我帮忙呀？我们俩关系好，我送你礼物怎么了？ 오늘 학습 영상은 여기까지입니다. 댓글로 학습 완료 멘트와 함께 기억에 남는 문장들을 모두 적어주세요. 그럼 다음 영상에서 만나요.